来自南方都市宝宝宝，等了三个多月终于来了。2020年第二次深圳九价 HPV 疫苗摇号将于5月26号上午10时在深圳疾控中心举行。这次摇号共有3150个名额，不限深圳户籍，身份证年龄为16岁至26岁5个月的女性都可以申请参加。深圳市卫健委介绍，由于系统设定，只要是注册过摇号的市民，三个月之内都会自动参与摇号。但因为疫情，深圳二至四月份没有摇号，所以想要参与摇号的市民要注意看自己是否过了有效期。